找到佩佩在这里，还有六个还没有找到，我们现在一起来找。我找到了，这个右边这个是一样的，跟它长得一样。接下来这个是大象吗？好像长得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是长上在这里，佩佩猪。接下来大象在哪里？好像不太多。我找到一个了，我找到你了。接下来我要找这个小象的鼻子，还有乔治。在这里。接下来要找中间，因为还欠一个两个，那这个图案就是要找到这个有泥巴的鞋子，大家一起玩泥巴的鞋子。我找到一个鞋子了，找到一个这个鞋子。好，鞋子。最后一个最好找了，这样子就找到了第二个鞋子哦。我们拼图拼完成，一模一样吧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哦。